大家好，我会计，今日系2010年10月29号，星期四。最近，我对美国嘅选举好关心。我觉得日本媒体同埋美国媒体对特朗普美国总统好多偏见。而家特朗普同拜登選舉上嗌交咧，我覺得日本媒體同埋美國媒體對特朗普其實好多嘢報導啦，不過拜登好少。拜登佢有最近出現咗臭猛，佢同拜登嘅仔佢哋壞人，我希望特朗普再贏美國選舉，因為佢對美國貢獻對呢個世界貢獻好多嘢。我希望特朗普再次當選。特朗普加油！而家未知選舉嘅結果，但係我覺得特朗普。加油啦！以前佢病咗冠狀病毒，不過佢而家身體幾好咧，就係好好。我希望佢再次當選。你哋我希望你哋身體健康啦。下次見，拜拜。